我说的啊，请问。蟋蟀的蟀。都是帅，这个帅那个也帅。那想请问一下，您学萨克斯风学多久？两个月半。两个月半哎，两个月半哎。那这位斯文的大哥，你学多久？我才学两个月嘛。更短，学两个月哦。那大家除了眼睛酒鬼亮晶晶的萨克斯风看而已，而且不仅如此，我们还耳朵要注意听，学两个月会吹到什么样子？我们的 USB OK 吗 ？OK 了，好。不仅拭目以待哦，洗耳恭听我们的《望春风》。没有，化妆的。